各位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针跟线，是针跟线。刘谦老师，为什么？刘谦老师，你的针为什么比较粗？比较粗是为了让后面的观众也看得到。好好好，好，平常用的比较小的，好好，今天用比较粗的，线也比较粗。哎，这样算紧。没错。哎，好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平常在家里呢，我有在练手工艺。但魔术师锻炼手工艺的方式呢，跟一般人其实不太一样。一般人可能就是缝缝衣服啦，织毛线衣啊，绣一些绣花。但魔术师一拿，一定先拿出这个扑克牌牌盒。扑克牌需要缝吗？不是缝，我们看扑克牌盒中间是有个洞的。嗯，好啊，我从中间呢把它插进去，好，穿过这个洞。好，嗯，来，你帮我拿这个针。好，好，慢慢来哦。你看线是穿过去的，对吗？是，拉出来。对吧，它是会这样拉出来的。对，事情很正常嘛。对，好，事情一点都不正常啊。因为呢，哪里里面是有扑克牌，里面是有牌的，而且怪是怪在呢，扑克牌上面呢没有洞，没有洞，真的没有洞。哎，我以为它刚刚是有洞的。哎，真的没有洞。哎，那它刚刚怎么穿的？刚是我穿的，刚是你怎么拉的？对，刚是我穿的。谁？对，我刚拉，它是有，我刚拉的感觉是，它那个是有力道的，你要稍微捏住，有点力道，它才能拉出来，所以它是有阻碍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知道，它是有穿过牌的，对，它不会有那种很像很轻易就可以拉出来。奇怪哦，很奇怪，魔术。